Og jeg er en 2. Wings 真的很烂呢、欸。他只是正在下载而已，他不是更新啊。这么七八烂的 Windows 哎、欸，那网络很不稳定哎、欸，刚刚红灯啊，刚我的那个 KBS 整个扫到是3000，现在又红灯了4100。够了，为什么没有不能暂停啊？超烂的耶！他完全不给我做任何事。上传页面上，你说我的这个吗？这个不能改吧？刚才有文字。我不是说 Win 十更新吗？啊！Win 十在下载东西。你还在讲一次，你先检查有没有东西更新。妈的，我都快气死了！我怎么可能？我就是我他妈谁会去关心我的电脑有没有更新啊？
国葬になるんだね。近くにいてあげないの？才不关心我的电脑，去死算了。男の子はね、こういう時は一人になりたがるのよ。意外、もっとベタベタかと思ってた。やっぱ光だと違うんだ。どちらかっていうと、あの子の意思なんだけど。嘘、ウムラが？へえ。じゃあ何？あんたはもっとベタベタしてたいとか？焼くわよ。冗談だって。怖いな。おかしいよ。何が？ねえ、やっぱおかしくない？ブレイドはドライバーが死んでも、自分が死んでもコアに戻るんだよ。なんでファンはあのままなの？私もそれ考えてた。死んだブレイドが元の姿のままでいられる可能性はただ一つ。それはミノチ、コールのようなマンイーターになることだよね。でもファンはマンイーターじゃない。それだけは確かよ。何それ？ファンのコアクリスタルの形、元はこういう形だった。ヤヤン、看你胸口好吗？あ、三角だった。私とレックスはかなり特殊なケースだけど、それとも違う？ヤヤン、当然是变態啊。どう違うのさ？コアを分け与えるとね、その形は均等に変化するの。私たちの場合は真ん中の部分がレックスに、外側は私たちに。なぜかは分からないけど、そういう法則なのよ。でもファンは違う。そう、まるで誰かにコアを奪われたかのように。哎，开开跟星星。搞不好就是给。对啊，是这样，方死了，劳拉应该也死了。真是盛大的葬礼啊！由此可知，方大人有多么受人爱戴。因为阿凯迪亚女神是无可取代的啊，不过也不确定啦。哎，雷克斯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要前往世界树需要马尔贝尼振作的协助。雷克斯大人，您在这里啊？马尔贝尼振作要召见你，请来觐见室。ニコニコニ、あなたの鳩にニコニコニ。笑顔を届ける矢沢ニコニコ。あ、ダメダメダメ。ニコニはみんなのもの。最近只能当个十元宰了我。对不起这台的观众们。不是对不起台，只是对不起观众们。好，可以。哎呀，是方，应该说方原本，他现在的。哦，对，他现在的建筑是给，现在的建筑是圣座吧，就是那个教皇厅的那个马尔贝尼，啊，忘记了。然后之前的建筑是劳拉，这下刚好，对啊。方的建筑现在是那个啊，正座。这个就不清楚了，去了不就知道。好啦，快点去觐见室吧。完全无法忘怀方大人注视着阿尔斯特创世故事时的侧脸，
面带忧伤的脸究竟想到什么，我完全无法想象。これが冒険の役に立つ。又是问号问号问号。我觉得他这个有点麻烦，他的这个就不行，他就不行取消吗？为什么要一直补充？我真的不懂，他超浪费我东西的。懂得要续，不懂得要停，好奇怪。玩了有一个多月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。还冲阿小，来吸收人家精力吗？すまない。少し待たせてしまったかな。いえ、全然。あの、今のは。コアクリスタルの洗礼だよ。こうすることで同調率は格段と上がる。何かと危険が伴うからね、同調は。確かに。天の聖杯のドライブということで、私はこの力を。刚刚发生的事情。ってことは、もしかして俺にも。どうかな。人には向き不向き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。ですよね。さて、今日の私の仕事はこれで終わりだ。ついてきなさい。ルクスリアへの特使ですか？俺が？そうだ。見なさい。君はサルベージャーだから詳しいと思うが、これが現在我々が住むアルストの世界だ。世界中を中心にアルスが周回運動をしている。そしてここが大空洞。この大空洞は500年前にできたものだ。それ以前はなかった。知ってます。これがあるせいで俺たちは世界中に渡れない。この大空洞はサーペントと呼ばれる巨大なモンスターが作り出している。それってあの時の夜梦加德。正確には光が行使するデバイスの一つだ。
光の？光のデバイスだったら、なんで私たちは襲われたのさ。おかしいじゃないか。サーペントは500年前のメツとの戦いで雲海に沈んだ。沉得好慢啊。それを誰かが再生させた。その通り。それがジークの故国ルクスリアだというの。ルクスリアはサーペントにある使命を与えた。何人たりとも世界中へ近づけるなというね。他莫如走。聖杯大戦の悲劇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に。結果生まれたのが大空洞だ。よくそんなことができたわね。言っただろう、人は退化していると。サーペントに与えられた使命を解除するものがルクスリアにある。物はサンクトスチェーン中王家が管理しとるもの。サンクトスチェーン案内はお前がする。我懂了。特使としての書簡は用意した。楽園に行くのは君たちの目的だったはずだ。メツたちはいずれサンクトスチェーンにたどり着く。そうなる前に彼らより先に楽園に行き、その何たるかを確かめてきてほしい。愚かであったこの私の代わりに、この朽ちていく世界で人が生き延びるために。一个，你会带我们去卢克斯利亚吧？当然啦、啊，不过详细情况等回到客房再说吧。在这种地方说话也太那个了。明白了，回房间吧。啊，当惯了，又不是第一天才当，不是第一天当也无所谓了啦。哇，自动门呢？哇，好高级哦！世界竟然有自动门！要前往卢克斯利亚是吗？作为阿凯迪亚的特使，麻烦请完成任务。振作可是对你们予以厚望了。要前往乐园，必须去阻止制造大空洞的巨神兽海蛇。赋予海蛇使命的是奇格的故乡卢克斯利亚。你准备好给卢克斯利亚的书信了，他们应该会把你当作阿凯迪亚的特使来迎接吧。然后比灭他们早一步到达乐园，希望能代替愚蠢至极的我去确认那到底是什么。蟹肉可乐饼。我觉得老实说，我觉得边缘人比较可怜吧。因为工具人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当工具人啊，可是边缘人是不能选择，你知道吗？美味，谢谢宝。没有，工具人是可以自己选择的，但是边缘人是不行的。客房已经准备好了。差不多要从这里出发了吗？请好好休息。等一下。可是当有一天边缘人不能当，边缘人不想当边缘人的时候，他还是边缘人啊。但是你一个很夯的人，你也可以自己选择，哦，不要出去，我就当边缘人，然后自己当边缘人也可以啊。
边缘工具人超衰。现在只有七。哎，他都可以。竟然宝石，不知道是在哪边的。我先去买一下那个好了，买一下。重要更新歌词中，操你妹的，滚！买那个氧气瓶。圣野光那边，晚上只能找 Google 聊天。你还要自己打欸，这样有点太麻烦了。这有卖氧气瓶吗？我有点忘了。你要首都去买啊。还是要去首都买了。还没抢到。有没有觉得最近能用便宜的价格在逢斯卖五买东西呢？这件事实在令人感激，我们也从中受惠了。我还计划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增加新商品。我儿子跟我说，如果弗雷斯贝尔谷什么的佣兵团有顺利完成委托，商品就会增加。希望他们多多加油啊！不是已经决定不与斯佩尔比亚帝国开战了？为什么因为迪亚军还在储存粮食呢？难道还在打算跟斯佩尔比亚打仗吗？我们得永远靠佩吉生活下去吗？因为迪亚人的建筑大部分都一样，使用者阿凯迪亚接受过洗礼的核心水晶。不虽然也是如此，但这样子的话，大多数人是无法通掉的。要增强战力的话，建筑是不可或缺的。要我们和其他国家来说，刚是这样，所以不得不依赖阿凯迪亚。阿凯迪亚具有如此大的权威，也是这个原因的。欢迎光临，我们的是成年气瓶哦，虽然谁都没从事打喽。成年气瓶是这样，看起来好可怕、啊。贵哦，但是已经便宜很多了，因为这里发展度最高，发展度越高，买东西就越便宜。来找找看这边有没有佣兵任务可以接好了。还要给他东西，感觉不止这个。阿小，我在喝苹果西达，还跟你陈年高粱啊？
の任務も任せて。おや、備えあれば憂いなしだ。これでアオパー。おいや、じゃあ什麼キノハマ。任せて、きっちりサポートするから。風属性之力。全力で任務に当たります。属性能量少。哦，委托天是男的。先被我派出去。有没有谁有工业技术啊？男的。哦，不许。任せとけ。也是 Kono， 也是 Ko， 太奇怪了。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也只会感到困扰而已。哟都，都没有人有什么要给我佣兵团任务的吗？可以叫我的神剑们帮你找啊，很缺佣兵团任务啊。神剑帮忙找泡面，不是啊。小乙音好像稍微打起精神了，是以为是自己的错，是重要人才会去世，似乎因此感到很痛苦的样子。真没经历过如此难受的事情，我无法理解。该音放松心情之前，我都会帮忙的，一起去吃巴伐利亚水果蛋糕之类的。从这里下去有马尔布兰达捞服务队吧？因为达捞在英维迪亚并不风行，所以每天没什么客人上门。如果同行那间店，就去光顾吧。贩卖的商品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哦。我已经买了，好不好？在那边。不是啊，没有人在打，然后还在卖这个，是太奇怪了吧？可惜在斯佩尔米亚间的战争在爆发前一刻决定停火了，错失了赚大钱机会。本来可以趁机借钱给那些伤兵跟失去一家之主的孤儿寡母们，真是的。那个拉格尔特女王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啊？当然不是你这边啊！靠，打眼呢、欸？
小鱼也比之前休息的时间更久了，范达美叔叔的故事也是还没有进度。哦，是你们啊，来正是时候。最近连醒着都很辛苦呢，我了解。你书中的故事能写到最后吗？我能理解。没有人要给我委托。因为那个字念发，不是发。伐木工不是伐木工。在英维迪亚，几乎所有贵族都拥有佣兵团。我都跟爸爸建议要买下弗雷斯古佣兵团了，却晚了一步。他们正在心灵队的领导下持续发展。但我认为不是贵族人拥有佣兵团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不过又没有规定说不行，所以既无法取缔他们也没办法赶走他们。这里的人怎样病？维力炸酱面觉得味道变淡了，有吗？他还蛮咸的耶。佣兵是个什么时候死去都不奇怪的职业，每次出任务前都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不过啊，坦佩兰提亚那件事实在太糟糕了，真同情死在那里的人，被那种无论自己有多努力想了多少方法打不赢的东西给杀死，能活下来真的是运气啊。用运气来决定生死与战争的胜败，跟用角斗士相扑来决定有什么不同啊？角斗士相扑就是把纸做成人偶，放在纸做的竞技场后，用手指咚咚咚地敲，把对手推下去的游戏，在空特卡桌游店有在卖。干工商巨人，所以福威超过60岁了吗？知道拉格尔特女王的宫殿位于哪里吗？就是在这个泽温特宫殿广场的上面哦，是一般人无法进入的地方。真的想看看拉格尔特女王会不会从窗户露脸，但完全看不见，甚至连一个人都看不见踪影呢。维迪亚六贵族的各位，大家警戒心都很强的。又懂。我都没有委托啊。通往卡拉姆遗迹的门，冯塔纳大圣门被强行打开了。虽有消息指出是伊拉搞的鬼，但尚未掌握那些家伙的行踪，很难下定论。接着在卡拉姆遗迹里发现大面积的损坏了，又有目击到天之圣杯的情报。波斯曼有警戒，必须比以往更加戒备森严才行的样子。你们若也发现可疑分子的话，请联络英维迪亚正规军。很抱歉，就是我们。坦佩兰提亚遭到斯佩尔比亚军队袭击了。听说很惊人的巨神兽兵器要攻过去，没事吧？艾拉西。没有人要给我委托耶，真的假的啊？欧贝利斯克的巨神兵，
欧西里斯的天空龙。太阳神是什么？よっと。喂，这种地方什么都没有，真的吗？什么人都没有，没有人要给我委托。哦，太阳神的一神龙。哦，去哪里打捞嘞？那里有一个打捞点，边打捞好了，看有没有边境蓝宝石。やっと着いたよ。そう。这样感觉只有小孩去也没问题的地方吗？要去神学院的小孩们很期待呢，但是从这个村里去的人很少，果然是会在意呢。如果是小孩们很容易适应的地方就好了呢。もうやるか。休息をご検討ください。Yakisoba 炒面，那个调味料超多。包口味超重，还很平，感觉多吃不太好啊！不要太常吃那种东西啊。X， 我期待してるぽ。ジュルリ。みんな期待して待ってて。よっ。ほっ。よし。当幻魔，不知道。絶好調。得高脚，お宝回収。没有我要的东西。サルベージ楽しんでくるよ。よっだ。よーし。何が出るかな。開けるの楽しみ。也不是这边，会不会是一开始的地方？回家，看到回家就觉得怪怪的。应该不在迷仙岛。应该是在比较前面的地方，这里捞捞看好了。它是ジュルリ吧，不是キャルリ吧？期待して待ってて。
たっ。ほっ。よーし。余計なものまで連れてきちゃったかな。多余的东西也带上来。太过分了。これは期待できそうだよ。这次多余的东西更多了吧？いいよ、相手になってやる。有霸气掉下去。いただき。いただき。いただき。也不是耶，也不是这里，那是哪里呀？何が出るかなと。森にいると心が落ち着きます。よっと。不能滑一下吗？滑水道楽しいね。
因为没有防护措施就掉下去了，真的。有啊，那个啊，那个诺鹏族要边境蓝宝石。みんな期待して待ってて。たっ、だ。这个太小了啦，干！妈的，爱秀冠掉下去。好好大只啊！还连宝箱都没有干。店主封锁，靠腰。イーグルアイ。ニンジャーのまま気を引き締めていきます。心強いね。ダブルスピンエッジ。ラッキーラッキー。アンカーショット。やらせます。アンカーショット。崩れろ。手どもは離す。触ってくる。パッ。パワー。俺も同じ気持ち。ナイスも。パッ。アッ。やっ。ハッ。イーグルアイ。どこでも。もうじゃあ不算干。我太早按了干。烧到圣本。レックス、お土産期待してるっぽ。ジュルリ。サルベージ、楽しんでくれよ。タク。ホック。よし。これは期待できそうだよ。觉得这里东西有点少。お宝回収。原著是差不多啊，都东西都差不多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吧，也只有几只而已啊。那我会装也只有平野里而已。他明明就说天神比较难，要我找不到。边境蓝宝石。さて、一日の始まりだ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今日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あいよ。どれどれ。お魚、お魚。等一下哦，
知道它是什么，我知道它是什么，它是矿石。操你妹的，害我一直在那边啊。矿石应该在云海隧道吗？どれどれ。森にいると心が落ち着きます。どれどれ。然后我上次跑到比较凶恶的地方吗？这里比较缓和耶。会弹出来啊。东西怎么那么喜欢弹出来啊。走到比较危险的地方啊！大家不是说走右边吗？这不是左边吗？よっと。已经找好桌游店的啦。会很久啊，5月26哎，要顾哎。而且说真的，感觉没什么人要来啊。どれどれ。对啊，底特律变人。お宝回収。不是啊，重点是台剧不会影响我实况啊，我一样，那天我照样实况啊。我不会因为我去台剧所以就不开台啊，不可能啊，都是中午的事情啊。这不是有体力吧？不影响实况为前提。等一下，先打架，嗯。来呀、啊，恨你耶！而且旁边竟然是建筑啊，干！不是、啊，这个是建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小怪？不是，为什么一个怪物会有？破神剑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一只怪物会有神剑吗？大王安。
还不如一头杂鱼靠背。你这样子，也很多人没办法当剑主啊。日文不好笑，只好笑多了，靠边。可是他为什么一直打我啊？他有一招一直喷气，不知道在冲他小。